家謝周聯合呈獻《紫氣東來迎百福》。殿堂級女書法家謝周今次特別邀請咗佢啦，嚟挑選咗經典屏風作品《轉百福圖》，為我哋嘅新年佈置作為設計概念同埋主題。而嚟自日本的呢位殿堂級女書法家紫周小姐，可以話是日本的當代國寶級女書法家。她曾經同多個頂尖藝術單位和著名國際品牌合作，亦都分別在法國羅浮宮、美國紐約中央車站、意大利米蘭設計展等等舉行個人展覽。其中在2010年，她就為有日本男神之稱的福山雅治所主演的大河劇《龍馬傳》的片頭創作書道，可以說是令人嘆為觀止。而最近在2015年，她都為米蘭世博的日本館做設計，而在倒數500日的慶典當中，也都積極揮毫寫上今屆日本館的主題 Harmonious Diversity。今日大會相當榮幸，邀請了來自日本的這位殿堂級女書法家紫周小姐來到我們當中的。在這裡請各位以掌聲歡迎紫周小姐。到今次在 WTC Mall 世貿中心為大家呈現的轉百福圖，這幅圖上面有一條條形象生動的河豚，融合了日本的傳統書畫和漫畫技法，並且配合大會以投影技術，令到魚仔好像真實一樣地遊走在屏風之上，務求祝願大家新一年豐盛幸福。